斯巴鲁的 GF8 哈，这台咱所做的配置哈，你我来看一下哈，就是这个加大的中冷排，哦，中冷排咱就是这原厂的，原厂这漆片哦，已经拢刀片啊，刀片就是看一边，哦，这边就是阴风面，哦，你看这规个漆片这拢已经。袂用的啊，所以讲咱就是即个吼，就是甲做即个部分吼，即个部分做的修改，包括泄压外的位置，麻烦就是用即种的，哦，即种的配置，哦，甲一边啊。我说讲咱即个叮当掉的部分，就是细胶水管全台粉吼，啊甲。这个哦，咱这接口细胶啦，包括下开外管哦，规长哦，接机器箱的这细胶管吼，拢同齐做换掉，啊，甲整设着这 DY spec 的背后的手套哦，大用啊上半部的部分就是安尼。好啊，过来看着车内啊，咱车内的配置就是一粒、两粒、三粒、四粒、五粒，拢总五粒。来开红火发动，来咱看车内配置哈，这表这三粒，顶头这三粒是两三，哦这三粒是二代，啊这是三代，三代就是有带这个指针，啊跟这液晶数据安尼，啊咱车主就是甲改做这三粒拢啊五粒拢无共款色。好啊，关机画面。好，咱今啊来将伊熄火。好啊，重新开机。好 ，OK。伊这三粒吼有七彩通变换颜色，啊下骹这就是三色，就是白光、红光、甘蓝光。哦，这以上就是这只哦，咱所做的升级的部分。